今天也是我们的新学妹 Mika 的初登场，欢迎 Mika！ 哎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初登场了，对，好开心哦！ Mika 最后是不是跌倒啊？我跌。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秦。现在呢，我人又来到了桃园棒球场，动子的第三天。今天一样有很棒的阵容，来跟大家讲一下。今天的乐团呢是在西区，然后赛前有我们乐天女孩的表演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当然还有个最重要的，今天也是我们的新学妹 Mika 的初登场。欢迎 Mika！ 等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初登场了，对，好开心哦！太棒了，今天的心情如何？一路来，然后可能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会问我说你今天紧张吗？你紧张吗？结果我就说好像还好，因为之前有经验了，在篮球场上也还有很有应援经验，所以对你来说今天这应该小 case 吧。对，但是其实对于应援曲待会还是会努力加强再熟记一下，只是怕那种临时的状况，我觉得就是考验临场反应。没错，这个时候就是看一下你的记忆到底有没有把舞记好。对，好啦，加油，今天也要加油，因为今天 Mika 也有开场表演，加油啦，好不好？今天一定会顺利的，加油！今天有 Yuri 的单曲就要在球场发表了，大家真的可以期待。现在我是谁？这是什么名字？是飞飞，我是小凡。其实我们是一队。好像在做操组，因为今天就是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听说台北在暴雨，但是这边大太阳，也算天公作美啦，是吗？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欧妈妈，来啦，彩排。Yuri 要上场了，紧张吗？好紧张啊！你的单曲发表哎！我八年来第一次在球场上拿麦克风吧，好期待哦！加油！OK， 我们刚刚已经排练完了。那中场呢还有 Rina 的个人秀，赛后不只有超好看的镭射秀，今天唱歌的球员是小花花林振华，还有郭靖以及彭佳慧，今天的阵容也非常厉害。好的，各位宝宝们，我们要练舞咯，今天有开场，加油！在练我的朋友，把头盔看不到，还练什么？哇！每个学妹都会经历过这个时刻。耶！准备开场，加油！然后 Yuri 还没出来，主角还没出来。对，老师长，我们先拍。好。
蛮有魅力的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很可爱，而且今天是初登场，也看不出来初登场。对，就是很有，就是大将之风。是，已经开始有那个感觉了啦。相信他在场上表现应该会越来越好。嗯，相信他，加油。没错，加油！说，第一天应援都要写报告交给长官，然后我们以前的人都有写过，然后哎、欸，我几抽纸才写出来的哎、欸，就是要写那个应援的感想。对，第一次上场，凡事举凡第一次上场，不相信我们说的话的这个表情。你知道卡好已经交给我了吗？真的，还有日文，背一下。啊，而且是要，你知道要写多少字吗？哦，五百简单的啦，五百字的感想，五百字心得。哦，小娟在骗学妹说要交心得感想。访问一下 Mika， 刚下来，刚应援下来，感觉如何？我觉得热血沸腾，真的哦，有哦，有感觉到。第一局的时候就直接大爆汗，天气也热啦，嗯、天气热情，人也热情，没错。而且你很棒啊，我在旁边看，也完全看不出来像是第一次应援哎。我觉得就是很融入，就会、嗯、就会有点跟球迷一心的感觉，哦、然后就会觉得不紧张了。哦，小佩包，嗯。就算是小佩波哎，跟他们一起的感觉啊，有有有，你看起来超淡定，好像已经应援了，就是已经一年了吧？对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有差啦，因为去年有来玩过，嗯，有来主场玩过，也有应援过，所以他也学了不少应援，所以今天应该也非常非常上手。觉得那个去年一日热铁那一次也有让我印象深刻。嗯，那、啊、你觉得跟那一次的差别是什么？一样都算是第一次。嗯，我觉得那一次我觉得比较有一点是来玩。的感觉，就是参与一个活动，但是这次其实真的有多了一个正式的紧张感，我会觉得很怕这个第一次的正式没有表现好这样子。而且上一次不是以乐天女孩的名义哦，这一次是乐天女孩 Mika， 很棒哎，下半场继续加油。耶、yeah, ，Yuri， 我们现在终于有空可以聊天了， yeah. 分享一下你今天就是。单曲首发哎、哦，我觉得好紧张哦！我八年来从来没有在球场上面拿过麦克风，发出过声音，好可怕哦！那现在发出声音的感觉如何？感觉下次可以再多发几次。因为我当下其实下来的时候我是脑袋空白的，然后我进到休息室的时候我是不敢看大家的脸，不敢不会不敢跟大家对视。不会，你其实表现得很好哎，而且。我觉得歌真的很好听，来推广一下，大家可以在哪里听到你的歌？可以在 KKBOX、Spotify 一些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。七月初的时候会上市。太棒了，大家一定要支持 Yuri 的新单曲《Catch You》，而且这首歌的编舞老师是小晴老师，谢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Catch You, Catch You， 大家一起抓起来哦！各位，下一位又是出单曲的朋友，没错 ，Rina。今天也是答应我全新的单曲送给大家，都还没有就是对外，都还没有对外开放，送给我的十号队友们，也是球场初登场，没错。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名字，这首歌叫做《都在有你的世界》，哦，那甜的一首歌，有感觉到了，看见了他的表演服啊，这样子，非常的甜美，非常甜美。
猫咪叫的声音。刚刚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发现哦？帮你们发现很可爱哇，小点缀的感觉哦。未来可以在哪里听到你的歌？这首歌会先拍 MV， 然后一样会有数位上架到各大平台。太棒了！年底呢，一样会办我的新歌发表会哦。那大家真的可以期待起来。太棒了太棒了，到时候大家一起支持起来哟。你要来哟，今年你还是要来哟，一定去，耶耶。哎呦，下班开始了，各位继续加油啦。很那个吗？就是突破跳得很用力吗？很正常吧。很用力，我告诉你，你叫他把手举起来。你的一笑，这不是破掉，这是怎样？都有开口，他哦，是哦，哦，我想说跳那么用力。我的天哪、啊，现在才八上，然后富邦那边又领先了。天哪、啊，现在是6-2，Oh my god。那家伙还在糖葫芦，胖胖咕噜噜噜噜，胖胖咕噜咕噜，哈哈！那就下进攻，最后机会，乐天加油！但是我相信之后你还是可以体验到胜利的感觉。没错，要加油！我在前面看，从上半场到下半场，你真的表现得很棒。真的，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错误，但是他会马上更正哦。他这样跳动，呜，他自己就圆过去了，这样下一步就马上跟上。对，所以你反应很快哎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今天刚好是最后一位登场的新成员，米卡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起来。好啦，接下来赛后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大家一起享受豆子发的演唱会吧。哇，这不是 Mika 的台北战神队友吗？今天是特别来支持他吗？对，没错，他今天很用力。那你们给他打几分？100分。哇，200分。哇，哎、欸，给你们的队友打很高分数。他真的很用心，大家要多多支持。没错，一起支持起来。好的，影片对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哟。我们下一期影片，拜拜。